第三条是什么呢？对我惯性敷衍冷淡，哇，这严重了这个。我觉得我常常被他冷淡，譬如说我每次跟他聊天，我觉得夫妻之间相处在一起就是要有说不完的话，或者是有一个聊天对象嘛，对，就是、哦、你还追求说不完的话，对啊，不会吐啊，没有浪漫啊。追求不要说话，就是要互相沟通嘛，或者追求心灵的安静。重点是我每次跟他讲话，他就说有时候还看侧面呢、啊。我说哎，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你等一下7:30，哎，麻烦你到垃圾，然后时间到了，哎，怎么8:30垃圾还在这里？垃圾也到了。你有讲吗？你有讲吗？我说有啊，你不是没有在听？他没有听啊，就我有说这个话，我说有啊。阿福。从丽琴刚刚指控说你对他讲的话敷衍冷淡，是会不会你是在报复？因为他对你什么床上的要求也是敷衍跟冷淡，是啊，你怒火无处发泄，你就发泄在他跟你讲话这个事。这个我不敢说没有影响啊，但是其实那件事情我已经完全都不想要去。这个追求了啦，因为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，哎呦，我是哀莫大于下半身已死啊，对对对对，大悲无泪啦，对啊，大悲无泪，大怒就不硬了，那我要好好的修炼，心就不硬了啦，心就软了。我觉得神爱是无限，但人的爱是有限的，他就是一直爱女儿，然后呢，其实对老公也很冷淡。那你怎么去叫我去拥抱刺猬呢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叫我怎么对你热情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两只都是刺猬，所以你们会维持一个刺猬的距离，因为刺猬怕彼此刺到对方，所以就会维持一个距离，维持一个冷淡的距离，互相不要刺到对方的距离。阿福的想法是因为女生，我们常常我们觉得男生都不体贴我们，不体恤我们，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他们其实也很渴望我们的温柔，但是我们会忘记，其实对老公的温柔很简单，男生要求也真的不高，他也不需要什么一整个晚上什么站什么床，不用，你就来摸摸他，抱抱他，你抱抱小孩也抱抱他。他就被骗了，对，顺便抱抱我们，顺便他就 OK 了。所以阿福，我知道你的问题所在，是因为你也是被冷淡的那一方。对啦，是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一只手指控别人的时候，四只手在指自己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他说，女儿跟他吵架的时候说想要离家出走，然后他觉得他很伤心。后来他跟女儿吵架说他想要离家出走，对我说，我说那我算什么？你们都走了，那我算什么？有没有人重视过我的感受？不是你也走，就是阿福眼光泛泪，他们两个都走，对，真的。啊，你怎么办？对，你们把我当成什么？孤独老人，你白老人，剩下你一个管理员。你如果真的在家里面走了，也没人知道。就站在樱花树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种长期的敷衍跟冷落，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，其实是真的。第一会习惯，第二真的是会让人心寒，然后你的心就慢慢死掉了 ，George， 怎么办？其实我还是要回到那件事情，夫妻两个人啊，就是两个人的世界。其实夫妻就是两个人对抗全世界，所以你们两个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后面会变成惯性敷衍冷淡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一而再。再而三一定会一直发生的，好比说有人把脚踏车放在你们的公共空间啊，楼梯梯厅，大家大厦的那个梯厅，哎，这怎么有这样？不行，我要告诉管理员，请他跟管委会讲说要叫某个住户把这移走啊，移走了。第二次，哎，怎么又这样啊？哎，这个管理员怎么都不听我的话嘞？然后第三次，哎，算了，反正这里好像也没有占到太大的那个嘛，就把它放旁边一点就好了。第四次、第五次以后，那脚踏车就停在那边，视而不见。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除了接受这件事情之外，怎么样？我们话变少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夫妻之间不是说说不完的话，而是说不说完的话。最怕就是不说完的话。什么是不说完的话？就是像阿福刚刚那样的，什么事情都只应一个字。对，有时候是你在做一件事，他要求你做洗碗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又跟你交代别的事情，所以你还会变成因为我在洗碗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含义就是说哈，我知道了，我收到了，我没有多爽。我们没有多想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又不得不应付你，啊，不做也是拿砖头砸自己的脚。就我从我懂事以来哈，我妈妈跟我爸讲任何话，我爸都是我好像哈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爸好像没有跟我妈讲过几句具体的话，都是直到有一年，那一年哈，我都已经几岁了，我都已经35岁了，我过年回家，然后我妈又在跟我爸讲事情，我爸在
没多久，哇，出人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哦去厨房拿出那个擀面棍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爸说，你在你嗯了五十年了。好，嗯嗯，五十年了。过完年以后，我爸爸呢，果然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好，那时候我们就感觉有点悲伤，因为爸爸的耳朵不灵光了，就重听了。我妈妈不管怎么大声讲话都听不见，就这样子哈，长达一年的时间。好幸福。有一天我妈妈去菜市场买菜，好，那我们已经习惯跟我爸大声讲话了。爸，啊，等一下你要吃牛肉面还是馄饨面？干嘛那么大声？啊，你不是听不见？我怎么听不见？你妈在我才听不见。有一天我们都会中题，但是只有老婆在的时候。真的，好惨。这个不是要是你长辈的智慧要学起来了。结了婚真的是很容易就有失恋的感觉。对对。一句话形容婚姻，就是最陌生的枕边人。好心寒哦。我觉得他常常不太懂我的心，就是我觉得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听懂我说的话，然后不要只是干嘛？你平常在家讲德语哦？那像是前几天才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出门嘛，那我很急啊，就我就带着鞋子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找一个袋子吗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好，他就找上面。我说不是，是上面，在下面那边柜子下面。他就找柜子下面，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话而已，我就说，纸袋比塑胶袋好，因为比较好看。然后他就马上生气了，他就说，我没有说我要拿塑胶袋啊，我哪有说我要拿塑胶袋？我就觉得，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就会生气，就会暴怒，跟以前不一样。他以前是很在乎我的感觉哦，譬如说我只要稍微心情一不好，他就会触动他。嗯。然后譬如说我哭，他也会哭。然后或者是我只是指那里，然后他就会说，你哭这是演哪一出啊？然后譬如说我只是指前方，他就说啊，哎，卫生纸你需要这个这样。那现在完全感觉我们是就是宇宙人跟那个地球人的关系，嗯。你观察阿福最近会不会面潮红？哎呦，有时候无故发怒，很可能就是更年期。你反而要关心他，搞固酮不够。对，男生也是会有更年期。我没有了，他没有啦，对啊。那阿福，你为什么那边无端生气？没有，因为我拿一个东西给他，其实我是在帮他服务。他请我帮他拿东西哦，我是不是在帮他服务？是。但是他说拿纸袋比拿塑胶袋好，感觉是他已经认定我好像会做错事情。我会去拿塑胶袋，对 对, 對，就是我在那个服务过程中，你赶紧跨水小，你搞跨你狗了，就是加了，我想说，跨水小，而且跨你伯啦，跨你阿福伯啦，是，他就断定你就是会拿不对了。有时候这种事情，他明明又口气又很急，那我也是很急的在帮你找，因为我做事比较慢，但是我为了你，我就在那边很急的这样子，好像不知道在干嘛一样。对，他是。慢郎中，我是慢慢的嘛，对啊，但是迟到的是他，做事情会迟到的是他，对，因为我都想好了我要做什么，然后我都最后我就会把事情做好，但是我在帮你服务的过程中，你可以不要嫌我。那你听到这个，你生气，你的生气是怎么样的生气？我生气就是他，你是会大声没有啊，还是没有？我就是他就自己气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低声了。我说，哎，啊，怎么会讲这句话？这么弱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夫妻之间呢，一来讲说哈，你太了解另外一半了，这件事情是两面刃，它是好事，它也是坏事。所以呢，像刚才这样的状态来讲，其实你们虽然玉林哥刚就讲说，像阿福他可能心里面已经就是说，哎，我也没有大反应，我反而是有点吞回去。我常常在这个节目在规劝阿福，阿福今天种种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，对啊，无端发怒，无故发笑，全部都是在报复利勤哈，不给他啦，什么又来了，所以哈，床头吵，布包套啦，套啦，怎么又回来这里了？黑龙套拢也通啊啦，对，傲小嘎棍啦，然后这边借故发挥啦，黑呐，哦，所以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情，除了这个言语会影响到情绪之外，像
玉林哥他虽然是讲秋葵，但是哦，像阿福他可能哦，这种脾气发不出来，久了叫什么？台语叫做赢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赢久了以后，他可能会这样，一天抽掉一条两眼，真的，哇塞，一直压抑自己，一直压抑自己，对。一直赢的话，他可能会走向这一步哦。但是离婚吧。对，但是基本上这三个字在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出来，千万不要说出来，因为说出来就很以后就不什么事情都会不一样了。因为只要有人讲出来以后啊，你就会什么事情都往那边想。所以我认为其实两位的爱他一直是存在，只不过就是少了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夫妻的在帮对方多设想一点，好比说我请你帮我拿东西，你可以。明确的只是他，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？虽然急啊，虽然两个个性是一个急一个慢，但是哎，我们听起来本来就是应该互补的关系，怎么会在同一件事情里面有两个结局？所以其实可以适时的把自己的需求讲出来，我为什么要用塑胶袋？我为什么要用纸袋？婚姻真的是一条了解了解，就是考验我们的路。但听着听着，我后来越来越发现，这就是一个循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婚内里面失恋的状况很多种啊。所以呢，所以真的要，除非要莫忘初心。好，就是要经营。对，我想想当时跟你认识的那个美好哈，然后为了让我们的婚姻不要恶化，不要走向不好的结局，那我就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，那个算是一种挽回的动作了。是啦。但是你如果愿意这样做，我觉得哈，因为另外一半不是没神经，他就是感觉得到，感觉得到。他如果一直不回应的话，那另外一件事啊。那他如果有回应的话呢，那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，良性的沟通，就是把这个失恋的循环变成良性的循环，就变成热恋的循环。祝福大家在婚姻当中再找回你们的爱情，没错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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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